您知道快速行善的方法是什么吗？答对了，善书。您知道赠送推广莲生活佛卢生燕文集给大家分享有什么功效吗？请看莲生活佛在《月光流域》这一本书当中提到，善光佛曾经说道：善光甘霖大配，广弘最大教化，道德精诚所感，西地自然现前。大灯文化光明小铺赠书以来，让善书走进了茶艺馆、咖啡厅、美容院、诊所、社区图书室等等，深入社会，净化人心。期待与您一同来推广，深入各地的角落。所以参加大灯文化的光明小铺，可以免费报名大灯文化为赠书者在彩虹山庄所主持的护摩火供专谈的回向给所有的赠书者，详情请参考书本的后面说明。所以现在告诉大家，光明小铺您一定要来参与，详情请洽大灯文化。